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来带各位游这个地府。咱顶回甲各位讲到三十八页，后壁面三段，即马要来了解即间无间地阁内底的玄机。你刑罚罪人的器具是用什么？所以继续带各位来游地府咯。注意看，讲铁蛇、铁骨、兔虎之毒、恶虫之上、东西二祖。各位，这个刑具，刑具是用铁做的。这个铁蛇、铁狗、蛇狗拢是生物啦。那么侪人的业力所感，所以这铁蛇、铁狗，伊会伫遮甲你约这侪人。那么这铁蛇、铁狗，伊这个铁就代表啥？铁就代表乌金嘛。铁就是啥？伊个性是硬的，刚又软嘛，哦，刚的嘛。那么就是要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咱作业的人，心性坚韧，性质刚强。所以咱咧做作的时阵，迄个心灵活，所以感受一切玄机，拢总是天造成的。咱人。那咧受气、怕人、害人，所以迄个真就是受气起来，迄个受气起来，他怕人的心，就可比亲像铁蛇。咱人心内升起一个贪欲，对无？像即卖的迄个电话内底，怪人、骗人、诈欺、讲吓惊、爱人的钱。用各种方法，这叫做贪欲。所以，这种贪欲的人呢，伊要爱挃你的钱呢，也讲骗到钱，骗到拢骗足多。所以，这款的后边人爱受到这个铁狗来甲虐，因为正人甲虐，正人甲骂，正人甲加，恨袂当甲加，所以呢，会变成有互铁狗家加。所以你唔能敢认为讲，哦，迄电话内底吼，哎，拢会讲骗啦，啊，拢讲哦，骗人讲安怎，啊，足侪人呢，拢接一钱，遐收集电话资料，逐天打电话咧讲呢，骗讲怪遐人，后起来死，原在爱来即间地角，互铁狗夹夹，夹到阴沟沟，这心肝遮凶，人诶一世人诶钱，遐咧做一个呢。啊，性命本，伊规个共拐了了，骗了了，有个人想袂开，搁去死。咱人呢，伫咧贪心、贪甲受气两项夹起来，所以会害人啊。
要害人的人，心肝啊，搁贪搁受气起来害人，日夜相加，每日无休困了，想尽办法，一定呢，爱达到这个目的地目标为止。所以这种的人呢，一定亲像迄蛇会共叮心，亲像迄个狗会共咬。所以杀人、杀众生，迄款的人心肝拢足凶的啊！恁若去呢？啊，做迄个屠宰场看，你看咱迄个屠宰场内底，屠宰场，迄、那个屠宰场内底哦，咧杀猪、杀鸡、杀鸭的人吼，迄杀的人吼，拢连心肝连有一个袂，迄个安尼剁咧，啊刀夹咧嘴里，啊继续操作，你看迄种型，有像恶作无？对啊，像迄恶作啦。所以伫即个场内底呢，伫咧杀咧。挂咧煮咧用，遐个刑具拢甲地甲一模一样，嘛是有火鼎啊，嘛是有人咧甲你呢破白流灯刀啊，嘛是有人咧甲你呢踹门啊，拢一模一样。遐个刑具拢甲地甲个同款，所以恁若要了解地甲个刑具，恁去迄个屠宰场，去迄款人个杀猪、杀鸡、杀鸭、杀牛个迄个场内底，你去走一转。伊世间若有啥物款的刑具，地狱就有啥物款的器具，一模一样。所以咱袂当讲，啊，这地狱敢会遮凶啊？这恶作心肝敢会遮硬呐？哎呦，迄人安尼杀，每日拢伫遐互杀互剐，啊，伊也拢袂软一个。我问你啊，你去屠宰场问伊讲看，伊即世人伫遮杀几年啊？伊逐工杀偌济，伊捌软一个无？捌心肝想安怎无？毋捌。所以即款个心呢，有够硬，有够呢冷血，有够强。但是各位，地狱内底刑具刑罚侪人，咱这侪人个肉无人要食呢。迄狗啦、蛇啦，甲你咬呢，就是甲你配刀割去呢。啊，毋过呢，咱人呢，屠宰场个肉，迄鸡仔鸭。杀死了后，大家抢我食，到都搁钱买呢。所以就亲像迄个狗咧去咧抢咧，安尼呢，抢来啃啃啃，就搁配套夹个。所以你甲想讲，世间人食肉的人，你生啥你敢知影？有时候你去看看那个动物奇观，迄动物哦，敢那虎吧，咧掠动物才有厉害。变迄个虎斑啊，掠着一只鹿啊，掠着一只斑马，家己分尸，家己揢是揢到一面一头一面拢花呢。所有的动物拢在你边啊咧等呢，等后要捡肉索啊呢。迄大个人呢，迄种情形呢，实在讲起来，家角内地角内底就是这个形机啊。地角内底遐剃蛇、剃青、剃虎、剃狮、剃霸，都是咧分解这罪人的身躯啊。所以各位，叫恁吃斋念佛哦，食菜食袂落哦，都爱嘴啊红红，都爱要食人哦，啊，都爱安尼，逐天啊无食肉都会死啊啦，啊，都吼，你爱食，你有一天你就去往甲你客甲欢喜啦，啊，若讲叫你食菜吼，你就无爱。各位，观佛三昧海经嘛有甲咱讲，即个阿鼻地觉的情形。有哪讲吼，各位做参考咯。哦，讲阿鼻地界畅讲正定八千幽旬，七重特性，七重特梦，下十八界，就在七重，皆是减人。七重生内后又减人，下十八界，隔84000里，以及四角有四大东国，其身广长。四是幽旬，眼如借电，牙如剑丝，齿如刀山，舌如铁齿，一切心魔皆出冥火。一隔间有84000铁蟒、铁大蛇，吐毒吐火，其满城内，其蛇好化，如天真雷。五大铁丸，满而不蛇，恶作手执一切刀丝。扑杀罪人，迷死之间，铁果热心，初毒必端。各位，阿鼻地狱
四颗莲灯，算起来有八千油笋，有七层，七层的铁匣，有七层的铁网啊。这个铁网啊，甲铁匣下底有十八格，分有十八格，佮有七层，周匝有七层，遐拢叫做剑林地角。七层城内有剑林，十八格内底佮分有八万四千格，也每一格。这间地角阿鼻地角的四角头有四只铜狗，足大只的铜狗。这只铜狗一只的身躯宽甲长，总共有四十油顺。一只铜狗的目睭，两粒目睭亲像迄个闪电。伊的喙齿亲像剑士。伊的呢，伊的齿。牙就是伊孵出来迄牙，伊的喙齿，规排喙齿亲像剑山，伊的喙齿，齿亲像铁齿，规身躯的毛的身躯的毛拢会出血，每一个有八万四千的大蟒蛇，这大蟒蛇吐毒吐血。把你烧到这个城内，这些蛇搁会喊到大细声，在你喊声的时阵，敢那亲像天顶在弹雷。喊了后，伊就会吐出迄个呢，像咧落雨，迄个落落来就是铁丸。这个铁丸呢，布满了规间的乌比特角城，迄个牙柱也一支呢铁锹。就是刀鞘，也伊呢，也这个刀鞘啊，就是刀去杀这些罪人，去攻这些罪人。这些罪人一方面要招降这些落落来铁丸，一方面招降这些呢，野兽，一方面呢又搁恶作在甲堆，所以这个罪人一定倒落去，倒落去还未死进前。迄、那个铁狗就先把伊的心肝给伊捏出来，迄种苦楚，一天会使八千万亿遍。所以各位，这间地角的面吼，迄、那个烟足臭，迄、那个蛇甲狗互相拢伫遐呢，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，拢咧约罪人。所以这间地角的墙顶面东西直直急，直直走，直直走。所以，遮侪人拢无所在通走啊！走到底拢是遮野兽啊，也无芳通走的味啊，也无底藏，也无底味啊，惊到呢，积一规堆。即摆积一规堆呢，迄、那个恶主来到底倒牙咧，就摔，就抬。所以各位，咱看到即间地角中，即、這个咧烧的火上。是安怎才会烧？是安怎这间地角的形机才会这么大？所以各位，这是先给你报你看，讲这间地角内底形机有这个铁的狗、铁的蛇。下面搁注意看，我搁看到落去，看到落去呢，有一张门床。哦，顶面看起来十八格哦，咱即马看哩十八格哦，十八格下骹月中幽重，片万万里，一人受罪，自见其身，片五万重，千万人受罪，一国自见心万重伤，众业所感，血报如是。各位，目睭睇较紧嘞。唔免惊，你若无做迄个罪，遐个火嘛袂甲你烧。你即马看伫十八个下骹落去，你有看到即间无间地角个状况？即间无间地角呢，伊离即间地角下底有一顶铁门床，即顶铁门床一个人倒落嘛叮叮。伊自己本身看到伊家己片满铁床，伊无看到其他个人。
这间地界呢，是五不干地界内中的叫做身形不干啊。迄、那个身躯呢，伊倒伫这顶门层，这顶门层规个拢定，拢伊一个人。那么是安怎？卡的呢，千万人受罪，一国自见其心尔。几千万人伫这间地界内底咧受罪，结果嘛是拢看到家己一个身躯。这代表啥？代表咱伫世间作恶多端啊！自作自受啊！自己敢若有看到家己尔，所以呢，你拢无去可怜着别人，你拢无去看到别人，你拢感觉讲，大家拢对不起你，你无对不起别人，所以你甲看，你来到这间地界的时阵呢，你骗满这间地界，伫咧受着种种的苦，彼此大家拢无感觉，你嘛唔知边啊是啥物人伫遐受苦，伊嘛唔知你啥咧受苦，因为。个人拢无看到个人，也你这個中间嘛无感觉讲，你这个呢会较少，伊会较侪，为啥物呢？因为呢，做歹的人，伊的心内底无一片片啊的善，因为做歹的人迄个心性作恶，所以伊迄个心的恶呢，会霸气呢，目睭拢起火，拢无看到别人。只有伊想命，只有伊呢想要做诶代志，决定要甲做，啥物人口劝拢无效。所以因为即个心诶恶地数，咱佛教讲唯心法门就是伫遮。所以为虾米着爱修？你诶心性恶，所以你看，连你去地界内底受罪，你倒伫即顶铁层内底，迄有八千万人呢，伊拢无看，敢若看到伊家己自身。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自身，无看到正人，即可见呢，做歹的人，伊的心性呢，心的毒呢，敢那伊一味要安尼做，就要安尼做。迄别人讲啥，我拢听袂落；别人安怎，我拢无咧信伊。所以各位，唯心法门，为什么佛教讲咧讲你爱修心？为什么叫你得爱念佛，爱收敛你的心？咱若做啥物代志，讲啥物话，咱若发现着讲啊，我讲唔对话，啊，有影有够艰苦，我实无应该讲即句话，啊，我无应该对人安尼，你就是有收敛，所以你还佫有看到我，还佫有看到别人，这就是心的容量。所以你若感觉讲心肝若做啥物代志，人若甲你苛刻。你拢感觉讲，啊，你免甲我管啦，我想的拢对啦，恁讲的拢唔对啦，安尼你后边啊就爱来遮，你就知影对甲唔对，因为你的心就是安尼嘛。那么有关于咱离这个做五不干大罪业的人，咱头前面虽然有甲恁讲过呢，这个五逆十恶对不吼？五逆十恶的人，伊就来遮做啊，佮有四种的过失。袂使犯了，迄五种以外，还佫有四种的禁无间地界的罪。哪四种？即嘛爱甲各位讲，即做个根本罪。根本罪有四条，你袂使犯着，你若犯着，同款爱去即间地界内底哦。第一条，不善心，杀害毒觉，是杀生命的大罪恶的根本罪。就是太出家人啦，太修行人啦。第二条，因阿罗汉比丘尼精是淫欲的邪行的根本罪，就是袂使对出家人无礼。你若是呢，甲出家人破坏伊的戒体，你后边啊死一定嘛爱来接近地狱。第三条叫做侵损所施三宝财物，是不依处。一大罪恶业根本罪，就是偷盗罪啊！你去共菜场抢菜场的财产，你去甲这个寺院内底的钱财共拐共骗，你侵损着上主的财物，那呢？你犯着根本罪的偷盗罪，后边啊是，阮才爱去一间地界。第四条罪就是刀剑破。坏和合精进是虚妄语，是大罪恶，是根本罪。
你去家人寺院内底呢，你的思想偏见啊，共煽动出家人，叫出家人呢，就卖大斗阵，叫出家人就呢去外口安怎啊，共骗讲出家人对一个师父就是有神通，你就去供养伊，你就去扶持伊，对一个师父安怎，你就是迫害虚妄语，虚妄语就是咧讲一寡无实在话，你犯着过妄语罪。你犯着呢大妄语罪，所以这种根本罪啊。五不干地界内底除了五极十恶以外，这四种叫做近边无间地界的根本罪。凊彩对一条，你有犯着对一条，其中的一条，你死一定要对到这间地界来，对顶面直直受罪，受到顶瓦地界经过。这劫数受苦，不可停困。各位，经中所讲的世间人做五逆罪，咱就感觉讲极恶啊啦，吼！啊，若讲你搁刁工心肝呢，歹心肝要杀爸杀母，要杀阿罗汉，要迫害迄个呢修行人，乃至呢你的心肝歹，要毁害佛像，你搁犯着呢这种种的这个大罪。所以咱根本罪内底呢，就是杀盗淫妄嘛，吼、哦！你犯杀盗淫妄，你拢毋是犯小看呢，毋是凡间的人尔呢，你连圣人嘛害呢，连寺院你也甲偷甲骗呢，你这种的思想实在是太偏激啊呢，对不？所以你家想啊，你迫害着修行人，你所犯着的罪是比五逆罪搁较大条呢。所以五逆是根本罪。拢是地界的业因，譬如啥，譬如亲像铁丸，爱互弹去咧空中，拢无法度通好休困一下啊，正紧就落落地。所以五逆甲四重境界，这两种的众生，以毁灭正法，以毁谤现性，七十一种人犯着其中的一种罪，伊若死，一定爱对到一个无间地界。不是讲众业所感啊，义来协报哦。所以各位，你若无想要对到这间地界来，唯一你唔通去犯着五逆罪，唔通去犯四重境界，因果报应是不可小视哦。你唔通感觉讲啊，迄种嘛咧骗人诶啦。我甲你讲，如是因，就是如是果。你若唔相信因果诶人，好啊，你去黑白做啊，黑白讲啊，黑白骂啊，你什么拢唔惊啊？你介大啊，最好上可怕都是因果报应啊。所以世间足侪人，若讲到因果，骂甲牙弯，叫甲牙弯去。各位，你真正活了咧无耐烦，你真天堂有路你唔去，你地狱无门你甲软哦去未？为什么你爱这么偏激？乃至于呢，人吃菜跟你什么关系？人出家修行跟你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就爱和你骂到这么难听？啊，就这样跟屁想，跟笑底啊，跟讲。所以这种人就是心无向善。所以心恶的人呢，伊足惊人分别善恶对比啊，所以就爱讲一寡歹听话啊。这种的人，咱呢就知影讲，哦，这款的人的心有够凶，有够乱，对吧？做代志呢，讲话呢，无留到一块啊，通互插针，要安怎去有一丝丝啊头空也无火呢？根本都无可能嘛，对吧？逐天嘛咧发火咧骂人，若看到呢，报纸呢，出家人安怎？吼、哦，啊，佫骂者佫较凄惨，所以故意。尽量唔通做这条罪，各位。地藏经内底，我带恁游地府，看这行迹，就是要险请你。啊，你唔免惊，你若无这条罪，你袂去遐。啊，你唔免讲，哦，有地藏经存地界，个我也敢听。各位，唔是不知就不罪呢，唔是你唔敢听，你就唔免去呢。该去嘛是爱去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暂且先游到这，看到这，好，下面咱来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
尽出于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地藏菩萨。